给我听好了，你在乱检举，乱检举又没什么用，检举鬼鬼的影片，又检举阿神的影片，那我们就来检举你的影片喽。你乱检举，就让我们检举你的影片来感受你被检举人的感受。你乱检举也没什么用，我们就只能来检举你喽。那就让你感受检举影片的感受吧，我们就很痛快，那你就很痛苦。那我们就来检举你的影片喽。那也就是这样。还有穿内裤，你也不要乱搞别人的影片，也不要在别人的影片乱留言。还有不论，我在郑重跟你讲，要这样乱检举，你也没有好下场。我们就会来检举你的影片有没有一直按烂，那就等等看你的下场吧。你这样乱检举别人影片也没有什么用，你只能这样讲检举别人影片吗？我们就让你感受被检举人的感受。你乱检举别人影片没什么用，我们就让你感受被检举的感受。Now I know my heart is a ghost town.